而在这里留下一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高高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但是用圣经讲的属灵方式解决的时候，我同你哋都一样知嘅，就系好多人今日冇可能用属灵方式解决嘅，佢哋试过噶，佢哋唔系未做过噶。但系我咧就会分析埋系可以应用到，因为我用数学再加逻辑啊嘛，逻辑就系导致你根本谂个答案都唔 work 嘅，你个逻辑会话翻俾你听噶嘛。所以通常我就算嗰件事用属灵方式解决咧，我都会量力而为嘅。我嘅属灵程度去到咩阶段呢？我可以动用乜嘢属灵嘅原则呢？有边啲嘢确保咗我起码，就算我完成到 100%， 我可唔可以完成到10%至20%呢？用属灵原则佢。咁另外嗰80%，我唔会话令人失望嘅。我会起码用我自己嘅努力成就去完成埋佢。即系我系分析一件事系会咁啊，直至到我能够用100%属灵嘅方式去完成佢。但系呢，我能够嘅时候呢，都系经过数学同埋逻辑嘅。明明啊，当然咧，数学逻辑你能够变成一个叫做见亲问题都能够即时解决嘅话咧，就其实已经唔系叫做策略添，已经系叫战略噶啦吓。因为战略同策略同策略，你可以将同一样嘢玩到残，将佢做一百次做到你识。但系战略咧，你一输就即刻死啦，战场上系咪？即系话你面对件事第一次，你已经好似老马识途咁去处理。因为每一只老马咧，其实佢都系藉着经验去找出那一个的游戏规则出来嘛，去找出那个的优点和弊点出来嘛，是不是？所以你会看到我由小事当中开始锻炼呢，去尝试去改善。因为真的能够改善到那件事或者那个事物的话呢，就即是换句话说，你即刻能够分析到那个事物的真相。跟我讲真相，这个就是最难。有些人问我那一生呢，根本是不知道任何一件事的真相。即是等于举个例，打篮球有打篮球的真相，讲道有讲道的真相，音响都有音响的真相，是不是？但很多人你只接触的时候呢，要用人家灌输哪个牌子好啊，哪些人说哪些好啊，但是真相是什么意思？那那个是用应用数学和逻辑，因为逻辑就可以帮助你做很多试验当中使到那样东西真定假嘛，数学就使到你精确嘛，你的每一个改善呢都会记载低落嚟。因为数学嘛，数学其中一样就是 account 嘛。你会记载得每一次你的成果都是数学嚟㗎。那个是一个量的变化嚟㗎嘛。咁所以就咁简单，一啲人话读完数学应用不到，是因为佢根本从来冇应用啫。是咪？所以数学同逻辑是最根基用嚟面对世界嘅。咁所以你会得到，我连打个 game 都是用这个方式去慢慢锻炼自己， game 仲快啲。因为你现实生活都仲系叫做你仲要 observe 先知道你做嘅嘢能唔能够真係有改善。但 game 你即时知啦，你打第一次同第二次你即刻计得到㗎嘛。咁我咪用呢个方式。所以一般人打 game 呢盲累累，总之打赢就算啦。唔系㗎，我赢咗呢我返返转头再打，然后可以改善佢。嗱，我唔系话嗰啲射击嗰啲咁低能，就成世咁呢，那些是培养你的低能而已。就是由于我所说，你是 passive 的，被动的去找出写这个 game 的那个人的指定一些所谓死角位，你要纳入去而已。你不能够下次不纳入这个死角位，是不是？那你就只是被动的被洗脑，就是说这个位你找到，越去到越难，它只是某几个位才可以被到，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你不能够乱飞的嘛，是。但是如果你只是某几个位避得到的话，你打到无穷咁多次都唔会导致呢你能够识思考。你只係呢好似一个傻佬咁样呢去搵出呢一个傻佬嘅作者写一个傻嘅浪费你时间嘅 game， 然后里面俾一啲完全即叫做无理取闹同埋完全唔合理嘅呢啲嘅难度俾你，你尝试去记呢啲冇意义嘅嘢。学到啲咩？里面学到傻啦，学到唔思考啦，顶晒拢你去记一啲好无聊嘅嘢啦。所以射击 game 我一定要金手指嘅，我玩一次就唔玩噶啦，吓，即系发泄啦，我嚟。所有嗰啲话我要高难度啊，甚至我唔用金手指嗰啲，我觉得净低能，你唔好同我讲嘅，啲人玩啲，
仲要俾钱玩嘅，傻嗰个定傻嗰个，嗰啲人咪你会睇到牛嘅喎，系咪？但我唔系，我玩策略嘅，我永远都中意打完之后咧，我用更好嘅方法打，我用唔同嘅方法打，我用一啲呢个 game 根本完全去写嘅时候，呢个 program 写嘅时候都冇预你用嗰种方法打，咁我就用嗰啲方法打咯。吓，咁而事实上大家见喺 AOE 考试嘅时候会考埋呢点噶嘛，考埋你一个嘅完全系好跳脱嘅思维噶嘛，系咪？就系话。这个就是我去一见到有策略 game， 哇我就很开心。因为它模拟了一个现实出来。这个现实充满了什么呢？充满了两样东西。第一就是这个作者想 present 给你的东西。是吧？第二就是这个作者都没有想过的东西。是吧？那些就叫 bugs， 我就两样都玩。是吧？所以所有跟我一起玩 game 的人都知道。我一玩的 game 一会儿我就找到这个 game 它有个 bugs 的。就是说这个 game 里面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 version 呢，它其实是某一些东西呢是你可以去出去这样的。咁但是你知唔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你玩得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一样好得意嘅。就是你永远找到个脉络，一件事实的真相，就如我所说。嗱，你找到的事实的真相，如果深度有时深过晒任何人沉埋在里面的人的。就好像所以我拿起篮球，我睇篮球就唔同一般人睇喎。只是一起兴奋，一起跳，一起开心，追下哪些名人。在我看来讲，只不过是一个 game 当中几个有些黑蒙蒙的人，有些白人走来走去而已。在我来讲，当我看的时候，我怎样看到事实真相？我看他的阵营，他们这一种的篮球规矩，还有他这个篮球规矩，即是那种的规则的 bugs， 那 bugs 就是三分。因为三分暂时是个难度嘛。但当我见到所谓世界上最劲的 Curry 射的三分，我就已经觉得一定是不是。因为三分这么易，即因为点为之易，我见到他这么易做得到呢，我就知道一定是易。只要有人能够好易做得到，我甚至能够做到一些是没有人能够好易做得到的事，我都能够做得到嘛。在这么多年大家见识到了，是吧？以赛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现时我不再惋惜失措，更快跑依靠恩主全赤心胆壮，沿路上未畏惧，凡事祷告祈求，随顺低步伐，前景会越明朗。随着上帝向着前方，神陪伴定会跨越挑战。专一信靠父神，要心坚志壮，仰望耶稣，向着前远看，靠着神未为冷风夜寒，人生满载热诚，心中燃着爱火，陈述主大爱，心壮志未忘，每日发光。